最佳男主角得奖的是，哎呦，李典，一起来，黄国杰，黄国杰，扎实的演员。15年前，我在台北电影节拿了最佳新人。现在我34岁了，我终于拿到了。谢谢评审们，我现在终于敢看你们了。那我现在才知道你头发变直了。我想要谢谢君阳，谢谢导演，这个奖是我跟你一起的。然后谢谢你信任我，然后你给我很大的空间，然后很大的支持，谢谢你，君阳。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奖。然后我想要谢谢耀华姐，我每次演的电影都害你赔钱，但我这次拿到奖了。对不起。然后我想要谢谢所有一起的团队，不管你们有没有得奖，在我心中你们都是最优秀最好的。一起，没有你们不可以，缺一不可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，一起。我想要谢谢我的家人，谢谢我的经纪公司。张雄，我得奖了。